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各注》889页第七行当中看起，第七行又至心精进品云，我从这里看起，戒得大愿，精勤求索，故知极乐深重，戒释法弥陀，戒得大愿，精勤学习，住真实慧，以求成就也。念老在此地引用本经啊，至心精进品里面两句经文都是说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每一位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菩萨。为什么？只要往生到达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以及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的加持。你的神通、道理、智慧、德能，几乎跟阿弥陀佛平等，这是不可思议，这是难心之法。为什么？凡夫往生同居土还是凡夫啊，烦恼习气没断呢，啊，可是有一句话的我们要记住，我们这个地方所居的国土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同居秽土，这要记住。只有极乐世界特别，除极乐世界之外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叫净土。你看，我们是从释迦牟尼佛凡圣同居土秽土往生到阿弥陀佛凡圣同居净土，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差得很远很远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到极乐世界烦恼不断，自然不见了，自然没有了。什么原因呢？经教里头佛常说，一切法缘生，一切法的现前要有因，要有缘，它才有果。我们这个世界有善缘，果报在三善道；有恶缘，果报在三恶道。今夜三福里面告诉我们，讲得好啊，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见心者，深信呢，我们把这个级别降低，降到我们现前。我们还没办法处理啊，念佛求往生，善中之善，一切善法里面没有能超过这个善法啊，可以说它是第一善法。那么我们在这个事情要不要遵守佛菩萨的戒律？应当遵守，不但应当遵守，永远的要遵守。为什么？它是善法，与自性相应的善法。怎么能够断除呢？怎么能够疏忽呢？阿弥陀佛的愿文了不起，第十八愿甚至于说，我们在现前造作无逆十恶，要知道造作无逆十恶是没有遇到佛法，遇到佛法之后还造无逆十恶，这人讲不过去了。没遇到佛法可以，你造作罪业，没人说你，你自己不知道。皈依三宝之后，再造无逆十恶，这个不允许。为什么？这是对释迦牟尼佛的大不敬，也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不敬。
怎么能往生？临命终之前，一口气没断，真正至诚忏悔，后不再走，也能感动弥陀来接引你往生，即显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到了基础这一生如果不能完成，什么时候你能够再遇到这个法门？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我们要造作罪孽，来生是恶鬼地狱出生，这三途堕到这个里面去，几时能出头？几时能再得人生？五千劫，太渺茫了。得人生之后，还要能遇到佛法，遇不到佛法，空来了一趟。我们这一生现前非常非常幸运，在人生遇到佛法，还遇到大乘，还遇到无量寿经，遇到净宗法门，要珍惜。你认识清楚珍惜，你认识不清楚，你不知道珍惜，还造恶身还干杀盗淫，口还是妄语两舌欺于恶口，意充满了贪嗔痴慢疑，这个对不起自己。我们每天呢，应该用这个来反省，提醒自己，勉励自己，要认真努力，精进不懈。向极乐世界诸菩萨看齐，底下说的是极乐圣众，四土三辈九品，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都包括在其中。四法弥陀，皆成大愿，精勤修习，住真实会，以求成就也。我们不能轻易看过，要干真的，不能干假的。阿弥陀佛不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样向他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经典的经文在我们面前，净土无尽一轮呢，无尽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三经
啊，一论，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个注解里头通通引用了。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导我们依照这个经的教诲，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没有一个字是妄语，真中之真。依照这个经本学习，就是四法弥陀，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发四十八愿啊，佛发什么愿我们发什么愿，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发愿之后要认真努力学习，说话要算话，这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这就真的是诸真实慧，目标以求成就。什么成就？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就是成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就是成佛。华严经讲的妙觉佛果，我们到极乐世界求成就，这个法门是把修行正果分成两个段落啊，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没有的。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断烦恼证菩提。啊，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心，证大乘圆教初住菩萨。华严经说的，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这个地位高啊。啊，通通都是修因正果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功夫不足也能往生啊，只要你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也没有怀疑，往生的条件你就具足了啊，念佛功夫前身，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功夫不够，没功夫的人临终一句阿弥陀佛求往生的，这就是凡圣同居净土，下品下生。好啊，下品下生得到了保证了，绝不退转，一生成就，生到极乐世界，佛无量寿。
每一个往生的人啊，就是凡圣同居净土下下品往生的，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告诉我们，修行有的是时间，不会中断的。以无量寿身呢，跟无量寿佛，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保证俗成般，世尊劝我们往生，苦口婆心，才不能辜负我，一定要认真，要真干。啊，这个底下又说，含爱慈悯，含爱是大悲心，慈悯是大慈心，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慈悲，大慈大悲。啊，不但是世尊弥陀，一切诸佛大慈大悲都达到究竟圆满。我们感恩呢，诸佛如来的慈悲心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只要发现，他的慈悲就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啊，先说含爱。说悲心，同体大悲。佛看到我们在这搞六道轮回，怜悯心呢，我们实在太可怜了。啊，后说慈悯，大慈心。大慈里面有度众生的意思在里头，啊，所以念老接着告诉我们，一大慈悲故，虽明知是无众生过度，而度众生之行愿无有穷尽，是无众生可度。禅宗的话出在《金刚经》上，啊，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他还是度生之行愿无有穷尽的，像本经所说的先尝地住度世之道，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这叫菩萨心肠啊，虽然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设法起一真庄严，犹如梦幻泡影。菩萨度众生那个心愿非常恳切，这是身心
生度众生的心，受众生可度的时候是一体，丝毫都不沾染，这是无住。你看，身心就是无住，无住同时身心。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身心就有住，没有办法身心无住，无住身心啊，无住就不能身心啊，身心就不能无住。极乐世界菩萨有本事，身心无住同时，同时是什么样子？就像我们看电视，同时看到画面，看到屏幕，屏幕跟画面同时出现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糊涂，这就是诸佛菩萨看十法界。色相清清楚楚，音声明明了了，有没有受干扰了？没受干扰。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行，这叫修行。啊，生性生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是无助，身心度众生，那化度众生的大愿是身心，身心不爱无助，无助不爱身心。谁做到？法身菩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善于用心呢，要会用心呢。会用心就是身心，身度众生的心，不住。没有度众生的念头，这个好，面面都圆满，面面都照顾到了啊，所以一定要有心肠地住度世之道，这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存心。我们很不容易体会，为什么无助体会不到啊？常住度世之道，心上痕迹都不染，没有在这个境界里头动摇过。
这自心本定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深深体会到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是一句话，这五句话是自心。自心什么样子？本自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这四句都是无住，最后一句能生万法是生心，生心跟无住是同时的。能生万法，万法怎么样？万法清净，没污染；万法不生不灭，万法具足万法，本自具足啊，妙极了。这是自信，这是真我。我们这个身是假我，身不是我啊。对于这个要有概念，就有受用处啊，就知道我们怎么学啊。眼见色，在色上用功夫，用什么功夫？入定，看得很清楚，不为外头境界所动摇，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是般若智慧现前啊。心里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不起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心是清净的，没动摇啊，真心的 啊真心是戒定慧三学具足，统统在里头。一即是三，三即是一，戒无论是哪一条，不杀生是清净，是慈悲，与自信相应。如果起心动念，那就不相应，变成世间法了啊。放在心上就是世间法，不放在心上是除世间法。真正达到不放在心上的，那是佛，那是化身菩萨。修行功夫达到圆满才能现前啊，化身菩萨的境界。华严经原教大乘初住以上四十一位化身大师住宝土，是宝土啊，我们今天没有关系，住相也行啊，都要从这儿学习，常常有这个心啊，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不想在娑婆世界再搞六道轮回了。这个道就是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我们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这就是多识之道自度啊。下面于真群梦，我们要拯救众生。众生为什么叫群梦？群是人群，蒙是蒙蔽，就是无知啊。三毒烦恼里面讲的贪嗔痴是愚痴，没有智慧啊，见解错误了，思想错误了，于是言语造作全都是造的不善业。啊，那我们要发慈悲心、怜悯心，帮助这些众生。众生果然觉悟了，果然明白了，他决定不会做这些不善的事情，不造业。啊，造业逃不过因果，有报应呢。菩萨所造的没有报应，为什么？他没有放在心上，阿赖耶里头不落印象，高明。我们要学的就学这一招。啊，也跟他一样，阿赖耶不落印象，难，很难。弥陀有善巧，教导我们一个方法：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好，不能放别的，善恶都不能放。啊，断恶。不住断我的相，修善不住修善的相，让自己的清净心现前。啊，能大师第一个就说清净，清净不没有染污啊，啊，造恶没有恶的染污，修善也没有善的染污，所以他不住六道轮。他跟六道轮回没关系，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这个方法我们得学会。那么其所戒得之大愿，就是度化众生的大愿，自然其离奇迹，我们在这里去体会什么是自然，自自然然，没有丝毫勉强啊，气力跟自信相应，就是无助，他不住啊，气机是跟身心相应。那不管什么样的根基，他都有善巧方便去帮助他。啊，下面都是这个意思，找真大俗。啊，真是真心、自信。能生。
啊，自性一切万法都是自性生的，自性是真，啊，能生，俗是十法界，是所生。啊，乃至于一切诸佛的报土都是俗，照真大俗，完全明了通达，这是真实智慧呀！啊，所以其理照真，故其大愿实相为体。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从哪里发的？从实相发的，以实相为体，实相就是一切诸法的真相，这不是妄想。那真相只有两种，一个是常寂光净土，一个是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是大愿的本体实相，十报庄严土是大愿的大用，它起作用能帮助这些发心菩萨断尽烦恼习气，圆满无上菩提。啊，也就是大愿是体，从体起用，大愿之体是实相，实相的作用是大愿，体里头有用，用里头有体，体用是一，体用不二。这真修啊，我们虽然还做不到，但是概念要清楚，不能模糊，是究竟了义，利用无量，契机大俗，故善即善切即义。啊，这是我们看菩萨的行愿，无论是报身、应身、化身，应身化身在六道轮回里头啊，报身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是华藏世界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所成就的菩萨，他们不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证得初住以上，都往生在华藏世界，
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啊，佛在这个宝土里面现报身，报身的身相很大。啊，他是帮助化身菩萨断尽残余的习气，啊，无世界以来的习气断得干干净净。十宝图就不见了。十宝图怎么出现的？从化身菩萨出现的。啊，化身菩萨烦恼习气断尽了，自自然然的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是化身，这个化身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就是念头生灭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什么现象？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这一会上告诉我们，他的相是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常是不生不灭，叫常；寂是清净无染，没有染物；寂静，光，光明遍照。啊，一切诸佛如来，明心见性到究竟圆满，通通是常寂光。啊，像我们这个小教堂。啊，也有十几盏灯，每个灯光都开了，啊，这房子是一片光明，这光明上每个灯都有份，你关掉一个灯，这灯光没有了，啊，你这个灯打开的时候，跟别的灯融在一起，分不开，啊，所以只要进入常寂光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其中，全变成一体了，一切诸佛修学的功德统统也融在一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样样都是无量，没有一法不是无量的，圆满了，得大自在啊。哎，学佛为什么就会这个啊？要知道这是我们自性本自具足的，不是外来。大乘经上讲得好，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向心外去求啊，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科学是不是真的啊，何况科学在一个愚痴的人他手上掌握了，他去应用它了，造业啊！如果遇到一个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士，他替众生带来幸福带来方便，可以啊，未尝不是好事，如果带来灾难就错了。啊，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然后晓得。人家问我们，常常有人问：佛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学佛？学佛有什么好处？这常常有人问，我们就能够很轻松地解答给他。
啊，让他听了之后就明白了。真正搞明白，他一定学习。他如果要不学习的话，没搞明白，还有怀疑。啊，搞明白，哪不真干呢？早年方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一部佛经哲学，我很好奇。那个时候我们心里的想法看法，佛教是宗教，而且佛教是多神教，什么神都拜。多神教代表的是低级宗教，啊，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造物主。啊，只有低级宗教是什么都拜，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你还年轻啊。你不知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这是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没听说过。又告诉我，大乘经典佛经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啊，最后总结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门的。这个话从来没听说过。一般社会没听说过。佛教寺院庵堂活动场所也没听说过。啊，但是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欺骗我，老师所说的一定是真话。啊，他是从哲学里面看出来的。释迦牟尼佛，哲学家；诸佛如来，哲学家。啊，学科学的人真正契入境界，他会说佛菩萨是科学家。啊，你像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这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它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微中子把它打破，果然没有了，那就是佛经上讲的灵虚尘啊，极微之微，这是物质的本体，所有物质现象都是这些尘组成的。哦，这灯从哪里来的？从念头生的。这经上讲的很多，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讲的很多。啊，这我们很难懂。啊，量子力学家告诉我，当极微之微打破之后，物质没有了，虚空出现了。啊，这个虚空是什么？怎么回事呢？
是念力啊，念力波动产生的幻想，这就是物质现象的本体啊，是念头产生的幻想。现在量子力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在寻找答案，念头是怎么回事情，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念头，念头为什么会变成物质。这宇宙的奥秘啊，量子力学家很聪明，现在最先进的工具他们所使用的显微镜啊，能够看到极微之微啊，这是一般显微镜看不到的。啊，一般显微镜一看到细菌比较多，啊，我早年有严重的牙周病，不晓得什么叫牙周，啊，原来就是牙齿跟牙龈当中看到好像有个黑线，那就是牙周病。这个黑线我们毫无觉察，医生把这个黑线用针挑出来，挑一点点放在显微镜放大给我看，显微镜整个画面就像小虫啊，是在讲像蛆一样啊，像粪坑的蛆一样，整个荧幕变成画面，看到真可怕了，就牙齿那里一点啊，针尖上一点啊，在电视机里显出来整个画面，才知道害怕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细菌没有了啊，再在牙齿上刮一点下来时一个都没有了啊。我记得我他给我医疗的时间8个月彻底搞干净啊，看到显微镜起的作用啊，那么能够看到极微之微，比医生用的显微镜倍数要高很多。啊，我问他，你把这个细菌放大多少倍？他告诉我，3600倍，让我看他像个蛆虫。啊，差不多有1公分那么长的样子，全部都是钻来钻去。啊，医学的工具不断进步。啊，念头实在太危险，念头的生命，佛经上讲的。我们把它换成秒，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啊？2240兆次啊，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显微镜能够有这么大的倍数，就能看到念头的波动性。
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科学家承认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科学。啊，方老师是学哲学的，告诉我佛教是哲学。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佛教是科学。每个人都应该学。为什么？佛在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说你要不要学？学了什么？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啊。这是佛经上一句老话了。你学我干什么？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看到了啊，看到了就成佛了。那么科学家讲的，能不能从科学上成佛啊？他看到了，佛告诉成不了佛。为什么？他用仪器看到的，不用仪器看到的成佛了啊！不用仪器，用定功，就是说你的念头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念头没有了，这都是假的啊！妄想念头把我们的自信障碍住了，是最深层的障碍啊！外面我们今天外面最粗糙的障碍就是七情五欲，这最明显的啊，最严重的障碍啊！所以这个阿赖耶的三细呀，那叫病根呐、啊，把根找到了啊！物质现象。念头的现象，自然现象之根，那叫阿赖耶啊。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我一般人说大学问呢、啊，究竟圆满的智慧，还不是知识。知识是智慧里面的一部分，那个可以学到的，智慧学不到。智慧一定要把障碍统统放下了，舍弃掉了，就现前。啊，你要晓得，凡是动，凡是有。在佛法里就叫他做根本无明，他动摇了，心动，心一动就迷了，变成阿赖耶。啊，不动，不动是自信，一动就变成阿赖耶。啊，阿赖耶就产生三细想。啊，这个三细相就是物质、念头、跟识，识就是阿赖耶识。障碍明心见性最后的一道门，阿赖耶识。突破阿赖耶识就明心见性啊，他要靠定功，科学技术达不到啊，科学技术能够认识找到阿赖耶，没有办法把阿赖耶转变成大圆镜智，他没这个能力，
这一定要考定功啊！所以将来科学发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科学家都要到禅厅、禅堂里面去入定，他才能突破最后一关，才能成就无量的智慧，自性本具的，那不是外来的，智慧自然开了。我们如果有这么一个概念，回过头来看这个世界，古今中外，这些大哲学家、大宗教家啊，在外国看我们中国，老庄、孔孟都是哲学家。他们留给我们的教训都是真理，绝没有妄言，真理永恒不变。你要是变了，你肯定出乱子，肯定灾难啊！你是老祖宗给我们讲的，甚至于在前面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给我们讲的五伦五常，那是什么？道德了。五常是道啊，五常是德，五伦是道。再往下演变，四维八德，这就是中国文化大根大本啊！每一个朝代的盛世，出圣人、出贤人、出君子，都从这个根里生的，这能变吗？啊，根之根。对父母的孝，对老师的敬，这两个字是根之根。今天社会乱了，多少人在求，想方法，如何能对治？方法有没有？有。什么方法？教育。叫什么？叫孝，叫敬。一定要从根本下手。这是什么？信德了。在相应的。啊，要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过去的叫教育，是从母亲怀孕就开始，叫胎教。这种胎教，我还有印象。啊，因为我做小事，小时候的时候，啊，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能祭祀。啊，看到父母、老人、亲戚、家里的亲戚、朋友们对老人都有孝心，都有恭敬，啊，跟自己父母年龄差不多的都当父母看待，啊，比我大个十岁的都看作兄长看待，
那时候你看得到啊，到处都看得到啊。我们住在乡村，乡村里还有私塾啊，私塾里教学的老师多半是前清的秀才啊，这些人好，他们把伦常道德做出来了给学生看，学生在家里父母教他，到学校老师所表演是一样的，信心升起来，自自然然他就模仿，他就像个小大人，好规矩啊！那跟西方小孩，西方小孩子是玩耍蹦蹦跳跳的，那我们小孩子比他规矩多啊！所以人说，小孩应该要让他活蹦乱跳，不能教他这些规矩啊！啊，这个观念从西洋来的。好了，学西洋的小孩就学蹦蹦跳，到老来越跳越严重，怎么办？回不了头了啊！为什么中国教学法几千年不变，没有改变？我们今天恍然大悟，它是真理，不能改变，改变就出麻烦，就出问题。你只要遵守照做，一定得好处。你要有智慧，你会明了这里有什么道理。你没有智慧，跟着学，社会安定，家庭和睦，啊，身心自在，有什么不好呢？好啊，它真正帮助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现在世界乱了，乱成不像样子。人类现在真正是走向存亡的边缘。如果打仗，核武都搬出来，地球就变了。啊，地球上的生物统统灭干净，毁灭干净。啊，今天的飞弹跟投在长崎、广岛不一样啊，那个威力太小太小了啊！现在一颗飞弹，它可以带十几、二十个核子弹。一个核子弹炸一个城市，一个飞弹过世出去可以打十几个城市，十几个城市都完了，你说多可怕？所以将来现在很多人在思维很好，这是善心善意，不是我念。我们寻求如何永远避免战争，小的战争都不可以，小的会引起大的啊！小战争没有，大战争就不会发生。这个重要啊！那么如何让这个地球上不会再发生战争？有人提倡地球上要变成一个国家，英国汤恩比博士他说的啊，赞成这个理念的人还不少。用什么方法统治？汤恩比是一位历史哲学家，
他对于中国的历史熟透了。他告诉我们，我们回想夏商周三代，夏商周三代是2000年夏40年，400年，商600年，周800年，加起来一共加起来1800年，加起来1800年，这1800年，天下太平。晚年的时候就不发生战争，所以商夏灭了之后，商亡起来，商灭了之后。周文王起来，文武起来，周朝800年，最后的500年是动乱的，500年是春秋战国，变成动乱。但是大家还是尊重周天子，所以他们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夏商周每个诸侯国都是有主权的国家，都不是听命于谁，有主权国家，所以它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文化统一。所谓的是书同文，车同轨，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这些工具都统一了，长度统一，度量衡统一，一斤是多少，一两是多少，每个诸侯国都一样，文字统一了，念的音不一样，过人念过人，意思是一样，所以说话听不懂没关系，写出来都懂，所以汤恩比博士他们的心目当中就要像夏商周一样，全世界统一了，英国还是英国，法国还是法国，不是你固定名字没有了，不是的，还是一样，要书同文，车同轨很容易做到，这都做到了，问题就是如何把文字统一。那文字用什么字？要用汉字。这是欧洲学者提出来的汉字的好处，它不跟着时代变异演变。2500年，孔子介绍孔子的一部书《论语》，2500年前，孔子学生们编的，现在人看得懂，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中国文字超越时空，外国文字做不到。我们在英国访问，校长告诉我们，英国人现在连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不懂，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会变，文字跟着变，
这就是说，用什么来统一全世界？用中国的文言文。这个大家都赞成，都能接受。中国的文言文统一全世界。啊，一般大众像中国的文言文，文言文是什么东西呢？唐太宗的群书之要，最好的方法。啊，大唐帝国，大唐盛世就靠这本书。啊，这本书现在我们把它翻成外国文，现在已经有8种文字，啊，有英文版，啊，法文版、德文版，年底就出来了，啊，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啊，在东方这边有韩文本、有日文本、有马来文本，啊。我们希望将来全世界每一个有文字的自己文字的国家统统翻成你们本国文字，大家一起来学。真好，帮助每一个人修身，帮助每一个家庭幸福快乐，帮助你的事业提升，无论是哪一个行业，统统帮上忙，帮助社会和谐，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大同。所以，汤恩比地方学者主张，谁来带头来领导，都说是中国。读中国书就明白了，啊，希望中国用中国文化来统领全世界。唐太宗编那个时候，从三皇五帝只编到前面一代晋朝，那么晋以后隋、唐、宋、元、明、清，还有这六朝，这六朝有很多好东西，在哪里？在四库全书里头，必须要找人把这些好东西找出来，挑剔出来，编续篇。啊，正篇是50卷，50万字，续篇希望也是50卷，50万字。正序两篇，总共1100卷，100万字，这是四库全书精华之精华。起什么作用呢？帮助我们修身。换一句话说，帮助我们这一生真正能享受到幸福快乐的一生。啊，像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感他的恩，我得到了。啊，我这一生真的快乐。这个快乐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真乐啊！啊，佛经上讲的皆大欢喜啊。啊，孔子所说的不亦乐乎，乐是从内心里面喜悦往外透，啊，乐是外面境界往里面收的，这是从里往外发的，真乐啊，不假了，快乐从这来的。啊，这第一个，我自己身心快乐会带动一家幸福美满，家和万事兴，啊，带动一家快乐，也带动你的事业成长。无论哪一行哪一种职业，啊，
都帮助你提升，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带给国家富足，带给世界大同。中国人来教，所以中国人外国人这么看得重，真看得起。我到英国很受礼遇啊！啊，去年到英国，英国上医院接待我，啊，他们的上医院相当于中国人大，啊，国家接待很难得。啊，在英国认识了威尔斯大学校长，他对中国汉学的热忱超过我，我受他感动，他比我还热心。啊，今年九月，他找我合办英国汉学，我们就正式挂牌了。啊，预定在今年年底过年的时候开始招生，九月正式上课。啊，明年九月正式上课。啊，我们还有一些培训的师资班。预定是明年二月就上课，啊，我们集体来学来培训，啊，九月正式开课，他们就是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身份，啊，正式开课。这个学校跟一般大学的中文系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学古汉语，啊，我们的教材不是自己编的，啊，是什么？就是全书资料，啊，那我们的根，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儒家的代表是四书。啊，还没有决定，现在先建议四书五经，啊，五经如果太长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用四书，啊，道家的老子、庄子，前面的七篇，啊，佛教里面我们推荐两部经，金刚经跟无量寿经，这是什么必修的，其余选修的自己可以在儒释道里的选一种，可以专修，啊，一门东西希望十年，修学期间十年，十年之后他就变成儒释道的专家，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遵守这个教训，就是学习的理念方法完全用古老的教材，用古人，不用今人。啊，学生学前，我们重视伦理道德的训练，啊，选个几种必读的书，啊，现在有人编了一本小册子《圣学根之根》，完全是过去四书里头启蒙的教科书，这个书在中国至少都用了六七百年，有的用一千多年，
没出事情，好教材，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一类的，招五门五种。这是没人教的，必须自己要把它补出去，补去，补课。啊，如果自己感觉到还困难，丢久了嘛，我们也找能真正找几个对这个同盟课本的时候有研究啊，最好是能教过能讲过啊，我们请他给我们的准备的预备的这些老师开这个课程啊，这些课程不但要熟要背，还要求做到，如果做不到，你这些东西是骗人的，你叫别人做到，自己先做到啊。儒家我们也学了弟子规啊，道家也选了感应篇啊，佛法里面我们也选了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属于戒律，要真干这个根才找得稳呢，然后多了就能够落实在生活，落实在治家啊，齐家治国，先把家治好啊，把自己的公司行好，行号管理好，那都是你的家嘛，企业是家嘛啊，认真去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地球的命运。啊，我们欢迎真正有志的年轻人发大愿，救传统文化，救全世界苦难的众生，来发这个大心，来学中国传统文化。啊，真正发心，我们欢迎，我们全心全力支持。帮助你，成就你。啊，只要你能成为一代大师，你能把这个学生沉传下去，我们自己办学的人也是名闻利养，边都不沾，我们无所求，我们已经非常快乐。啊，我们希望年轻这一代能够崛起，啊，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流传到千年万世。啊，周能享国八百年，我希望将来世界大同。啊，这个地球上出现盛世，至少也要一千年。啊，我们真正有这个认知，有这个决心，为古人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事情应该做，值得做，这一句好我们从八八九页
倒数帝王最后一句念起，这文太重要了。其所借得之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指这个。我们今天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会文言文，是我们现在在地球人上所结得的大愿。我们希望这个大愿的结果是世界和平，把全世界变成一个文化国，同一个文化大国，整个地球就是一个文化大国，结得这样的大愿。那么下面就跟经文讲的一样，自然其理其机，照真大数。这两句是我们汉学院的教学理念。故其大愿呢，实相为体，究竟了义，利用无量，切忌大俗，故善切忌矣。就是说，什么人、什么条件来学，全球只要是地球人都应该来学。我们这些老师将来个个都能够拿到汉学博士学位，在全世界大学、中学都可以教学。更要训练一批年轻的老师，让他们教中学、教小学，让每一个阶层学校通通都有汉学的老师，帮助大家要学，要真正落实，你才有这么好的享受，真正能够幸福快乐美满一生。下面是利益多，这一句重要。这是重要什么呢？我们这种教学对不同的文化都能合，都可以合作。不同的族群都可以合作，不同宗教信仰也可以合作。有理有义，礼义把我们统合了，宗教要统一，用什么？利益多，个个欢喜，没有反对的。下面讲仁义礼智信，世间道德也。但此二字，你看，不但代表当时古印度的社会道德，这是念老真实智慧，使泛指后世种种社会各个时代的社会道德与规律，所发之愿必须与之相契，实能为当时社会所容，方能弘扬教义，普利众生。所以我们今天讲佛经，基督教徒来听点头，伊斯兰信徒来头也点头，都说好啊，他们的阿红主教来给我们讲他们的经典，我们听了之后也点头，最近这个十几年，我从99年。我99年在新加坡，把新加坡的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就这个经文。我们主张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宗教回归教育，
而且互相学习。啊，我学我的经，我还学他们的经呢。啊，不学他们经典，就很难合作。啊，一定要融入，互相融入，让宗教里头不产生矛盾。啊，没有冲突。啊，宗教就变成一家。我们提倡宗教里头都有崇拜一个神。啊，我就用了这个众神一体。基督教的天主耶稣，伊斯兰教的真主阿訇，那每个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崇敬的神明，我的主张是众神一体，都是一个神的化身，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在马来西亚老首相马哈蒂，我们是老朋友了，十几年的交情。我记得我早年我们认识还没多久的时候，我送他一张千手观音啊，所以有很多人看到，你怎么敢送这个东西给他？我说我讲解给他听的，你看千手观音头上画了32个头，你们有没有看到32个头的人？没有这种人，这个画是表法啊，代表神有这个神通，有这个能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喜欢佛，他现佛身；你喜欢菩萨，他现菩萨身；你喜欢上帝，他就现上帝身；你喜欢天主，他就现天主身；你喜欢什么，他就现什么身，满你的愿。啊，外面形象不同，里面是相同的。所以任何宗教经典你细心去观察去研究，大同小异，同的部分要占80%。他是不是一个人说的？是啊。不同地方说生活习惯不相同，风俗不相同，礼仪不相同啊，这个我们把它我融会贯通就行了。经上讲的道理、原理、原则完全相同，我们要重视这一点。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应该团结，而且宗教团结的时候办事好办。为什么？每个宗教都有很多信徒。啊，我说这是宗教的前世力，要是会用的话，足以可以达到世界和平。啊，不会用，用错了，搞宗教战争，那是任何一个经典的都没有的。啊，没有宗教主张杀人、战争的，没有。啊，伊斯兰教里有圣战，圣战什么意思？啊，哈比哈山长老也是我的老朋友，伊斯兰教的长老，他替我查
唱阿拉伯原文的古兰经，唱出来之后啊，他不懂中文，他用英文翻出来，翻这一段，我们一看，无量的欢喜，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叫做圣者。啊，就跟佛经里面阿罗汉的杀贼一样，阿罗汉是不是去破杀、破开戒去杀人呢？不是，那个贼是什么？烦恼是贼，贪嗔痴慢疑是贼，要把它杀掉。古兰经的圣战也是这个意思，跟佛教完全相同，所以不能错会意思。错会意思就被人利用了啊，应当在经文里头正确的意思找出来。所以大家要学经典，一定要以经典为依靠，以经典为学习的课本啊，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身心境界。所以我想每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啊，连中国孔孟老庄、文武周公都是佛菩萨应化在中国，他们讲的完全相同啊。个人生在不同的时代，还有没有见过面啊？孔子跟老子见过面，跟文武周公就没见过面。啊，所以谈话当中、教学当中，对象不一样，说法不相同，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特别留意啊。我们才能够真正把圣贤教育学好，我们集成下来教给后人，我们也要想办法把它教好，这就对了。今天还有三分钟，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